温度的调节，温度上升，我们把温度调到108度，超过了往下降低温度，放料，香料的操作方法，先找到进气口，用食指和拇指对戳，能看到一个小孔，往导料棍经过，在刀片位置戳开，经过皮带，关机，生产完成之后，将料拉断，关闭电源。